明星幕后片场逗比照，胡歌就是个纯 24K 大写的逗比。台前幕后这个词其实可以分开讲，明星虽然在台前风光无限，但是幕后也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。当然，除了严肃的工作以外，偶尔逗比卖萌串个镜头，也是给广大粉丝增添笑料。下面为大家送上一组明星幕后的片场逗比照，《琅琊榜》片场的胡歌照片，真是一个纯 24K 的大写逗比啊！你们看，这个妖娆的兰花指，妖娆的兰花腿，还有那妖娆的肱二头肌，路遇一只海海王和猛大将军陈龙，要跑画风，大家一起跑，遇到小吴磊和玉金郭晓然，跑得根本停不下来，实在很难脑补。老胡，你是这么入戏，把梅长苏演的那么伤心的一集，你们整个剧组好像画风都可以有点逗鼻口，